经典躲猫猫变成橘子，然后拿上一个橘子去玩套路，把橘子往里一丢，然后呢咱们来到大树这边，我准备躲在一个谁都看不着的地方。哎，躲好了，这个地方绝了。你躲好了吗，地瓜？躲好了呀。那我来找你喽。来呗。我刚才看到你往这边跑了，我来了。来呀来呀，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找得到我呢。哟，这个站起来的铲子是不是你啊？站起来的铲子，你是说比你还高的那个铲子吗？肯定是你了。哎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要不想死，那你就求我，我就不打你了。谁求你啊？有本事你打死我来。哎呀，哎呀，啥事儿？不是呀。对。我其实我发现你在这边呢，刚刚我就发现了。什么玩意儿啊？哪儿啊？在这个草里面。哎哎哎哎！完了，跑不了了吧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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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，咋又不是了呢？你到底跑哪去了？你找找看呗，就在附近。到底在哪边呀？快告诉我吧！怎么可能告诉你呢？哎，快点告诉我吧！哎，我有了！啥？你就有了呀？啊？